我要脱了，我不行了。OK， 里面其实的呢呢 ，Happy Halloween， 聊天室不要闹，好棒。干嘛、啊？哎、欸，等一下，你们今天刚好来我家，今天万圣节啊。好嘞，我不是说不要来了吗？没有，今天要办活动。要拍摄，要办活动拍摄，你等一下，不是说好就是不要就否放了吗？没有，放啊，还是一样柯橘子，柯橘子，今天有柯橘子，哎哦，我跟你讲，我前两天才肠病毒，是病毒，不是胃炎，是肠病毒，然后我肠病毒还去打了针，然后今天就要我工作柯橘子，而且明天很忙哎。我们今天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在没有南瓜的情况之下，你也可以跟小朋友、大朋友、男朋友、女朋友过一个可爱的万圣节。万圣节不是除了装扮以外，它还有很多很多前置。我们现在要去把这个上面的头切开，我们要把里面的肉挖出来，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画我们想要的图案在上面，把它雕刻出来。然后我们把头切开，嘿嘿嘿嘿 ，OK。如果这是葡萄柚的话，你现在后面也把它切开，然后中间有没有看到它这个很 juicy 的部分？把中间的硬叶切开之后，就可以开始。啊，算，它会很好挖，因为基本上它就是那种，有没有？哎，手一滑过去，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这样挖好像没有人敢吃，不啊，它又破掉了啦。对，有点叫啊，很可怕。对不起。我们现在把三颗弄好，那我们在里面选一颗来。好，我们先画那个两颗眼睛，就做一个很阳春的，因为没有美术细胞。好，我们现在开始要雕它的这个眼睛。你怎么用搓的？你可以就是艺术一点吗？哎、欸，这个很厉害，这是我朋友刻的，有没有？你就可以用很多花样啊。这是我刻的，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你现在刻的有进步，我有进步，对不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我的艺术细胞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你的也没好到哪里去啊。没有，一定比你好。你这个有浪漫吗？那这个比较符合万圣节，就是有点恐怖。你这是发生什么事？我想说，我可以来点技术啊，就没想到出了一点意外。情趣跟人生生活就是这么的简单。你看，阿凡，你觉得我们七分了吗？有七分了。如果你的美术气息更好的话，那当然你可以更加分。但我只能做到这样，我就做到我能做的部分。而且我发现他长得像谁了？你刚刚说他长得像谁？巧虎。对，他就是巧虎哎，小朋友们，天才姐姐是不是很有才华，直接刻出了一个巧虎来？可是我觉得这样看我的比较好看。屁嘞、欸，有吗？比较万圣节的感觉，有吗？欸、有哎、欸，他的比较万圣节。他比较可怕吗？可以不觉得我很温馨吗？我就是走一个老少咸宜的部分。你的就 boring 啊。我哪有 boring 啊？哎、欸，阿凡，你觉得我的 boring 吗？不会啊。好啊，那今天你看我们的成品已经好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学起来，在下一个万圣节呢，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到这边吧。嗯，没有啊，还没啊。我们等一下还要去要糖果哎。阿凡，走吧，要糖果。不是，我们要为什么要糖果的环节？白天有谁在要糖果？白天要糖果，然后还要穿这个，还不错吧？你想要什么？这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现在要换着点，然后穿着去外面。对 ，Oh my God， 那是好啦，去换就去换，好累哦。噔 ，This is a bad Halloween。走吧，那我们要带什么东西吗？我的小袋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我很，就是很像那个你知道舌头那么长那个。哦哟，你们这样子拍影片根本就是在 sabotage 我个人啊，你是在毁坏我的形象。没有啊，我觉得你这样很美，就例如说头发有点像硬毛。我做企划一定要就是做到走到外面来吗？我不是就是在家里讲一些就是男女的事情以及空服员的事情就好了吗？你前几天才跟我抱怨你太常在家了。我没有跟你抱怨我太常在家的事情啊。嗨，你要糖果吗？万圣节快乐！你要糖果吗？来，你自己拿。那你要跟我说什么？你要说万圣节。
有，他有跟我说万圣节快乐，但他不想对我的就是样子鸟人，有人叫我小鸟人哎、欸，他们叫我小鸟人，我你去溜滑梯，你去溜滑梯，我很怕，我觉得这很可怕哎、欸，这可能是危险的东西吧。行不行？再讲一下，再讲一下。啊！阿飞，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啊！我觉得溜滑梯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你要糖果吗？万圣节的糖果。你爸爸妈妈在附近吗？那你问爸爸妈妈可不可以吃糖果？哦，好乖哦。那莫小朋友要注意，是陌生人给糖果不可以乱拿的，知道吗？来，是养乐多口味的，你拿一颗。万圣节快乐！耶、yeah ！你要糖果吗？我刚刚一直说小鸟人要溜了，妹妹你要糖果吗？万圣节快乐，你拿一个。你要跟我说什么？不客气。你要糖果吗？你是来跟我要糖的吗？等一下，等一下，哎、欸，先生，先生。他就跟我拿糖果，我跑掉。以后当男生不可以这样，当男生要就是多讲两句话。Hello， 你遇到第一个什么 ？Hello，Hello， 我是天鹅姐姐。哎呀，好漂亮！好想抱你。那我给你抱一个。好，那我给你。哎呦，我的。蛮快的。你好。你要不要？嗨。我是不是很适合当小朋友的开心果？是。你就是天鹅姐姐啊。啊！你又叫你天鹅姐姐，不要不要。这边给你，谢谢你，万圣节快乐。弟弟，你要糖果吗？你要跟他们。谁？我是 Trick or Treat。你刚有听他们说什么吗？万圣节好好玩哦。听到了吗？OK。不客气。你要糖果吗？万圣节快乐，谢谢。剩下一个，好，你要跟我说什么？谢谢，谢谢，有他很开心。你要糖果吗？要不要？没关系，万圣节给你的。耶、yeah ！还有两个啦。还有两个，他刚刚在那边又给他一个了。啊，今天的万圣节活动就到这里，可以算成功吗？屁嘞！一半麻烦，成功了，大成功，大成功，我也觉得大成功。他们自己在旁边说，我觉得万圣节真的好好玩哦，你穿这样真的好漂亮哦。Oh my god, let's go home。天鹅姐姐今天要在这边跟大家 say goodbye。OK,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接收到最新的信息。如果你喜欢我的话，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可以随时接收到最新的信息。讯息啊、哦，然后记得发我的 IG 跟 Facebook， 好啦，大家拜拜，万圣节快乐！你有什么感觉？天哪，是兜风，我现在感觉就想赶快收工而已。刚刚那个弟弟说好想抱我，然后他就不敢抱，然后就我在跟人家聊天，要自己过来偷抱我一下，然后我就觉得，啊，没办法，小孩就是天使。本来是觉得这个企划很糟糕，但是做完之后觉得这个企划其实很温馨，看到大家的笑容就觉得很值得。他怎么甩到前面呢？这很狼狈哎！你要装有海口的。他要求很多。哈哈哈哈。